欢迎各位收看我的玩具开箱，我是胡福骑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做变形金刚以外的玩具，今天的话呢，特别挑 SHF 赛马娘系列当中编号第二个 Light Shower 谜语。关于赛马娘的动画第二季有多神，网络上有太多的影片去推荐它了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是玩了一下手游之后呢，然后从第一季动画开始看。我是这一个月之内把第一季、第二季都补完。那第一季已经是2018年的作品，那我等于是补一个3年前的番。那去年1月份的时候是第二季上，那普遍来说第二季的评价非常的高，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第一季啊，因为两部的话呢，加上 OVA 3集，一共29集。29集的内容，我大概有超过10集以上是让我掉眼泪的。那第二季的情节比较热血啊。那普遍来说的话呢，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第二季，但是我个人更加喜欢第一季。虽然没有那么热血，但是第一季给人感觉，这个特别多的成长啊，还有这个跟母亲呐，还有跟队员之间的羁绊啊，是让我比较能够平静的。任由眼泪从脸庞上滑落啊，虽然是有点肥的这个脸庞，但以这个流泪的感动度来讲，我觉得第一季是比较优秀。那谜语的话是第二季应该是第7集、第8集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配角。那这个人物有戳到我的梗了啊。那还是一样啊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去解释赛马娘。这个动画到底有多么成功啊？反正是一部非常非常，我个人很推荐呢。我很少说，在做这个开箱的时候还特别去推荐你去看哪一部动画，但这部确实是非常的神。那这个我们来回到玩具吧。包装盒的话呢，其实还挺漂亮的，这个盒绘非常非常的可爱。那么在这个手游里头呢，Light Shower 呢是。用 Onisa 来称呼这个 Tolena，就是训练员的啊，非常非常的可爱啊。应该有人开始有没有开始说啊，这是我妹妹啊。那我已经有打开来，已经有稍微的去摸索把玩过了啊。那盒子的话呢，里头就它这个盒子比较厚一点，我是没有入第一号的这个，这是第二号嘛？那第一号是东海帝王，那 Tail 的话呢，盒子没有这么厚。那我没有买帝王，因为我个人觉得东海帝王虽然是第二季的主角，但是比较没有那么样戳到，没有那么样戳到我的梗了啊。那我们就把这个稍微的做个简单的分享啊，这个我们不是很专门做这个的。然后这个它的地台上面的话呢，嘿，你看有写他们这个手游 Cygames 这个的一个名字在上面。那这个地台的话，我个人是没有还没有把它打开，因为我个人，大家如果看我节目比较多的话呢，会知道我不是那么喜欢用这种地台的人。那玩具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初拿到，应该说你盒子刚打开的时候，油漆的味道比较重啊，因为你会发现呢，除了皮肤之外，除了肌肤以外啊，身上的衣服。包括这个丝袜什么的，全部都是上漆的，所以它漆味比较重。那体型很小啊，如果你用一个变形金刚的 Deluxe 等级的玩具来比的话呢，身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。那么它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2个毛病嘛。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匕首啊，因为这个谜语的话呢，它的一个魂名啊，或者是说一个绰号叫黑色刺客，所以它身上附个小匕首。也是应该的，匕首的话呢，没有办法抽出来啊，直接是软的啊，跟这个完全是一致的。还有它的腰带啊，这个匕首腰带是没有任何的卡扣的，所以会任意的去晃动。那么这可能是这个偏软呢、啊，这个是比较可惜。再来，我觉得它最大的毛病呢，是它的这个腰很容易去折断啊，它的腰的一个结合的关节，我刚才打开给各位看一下，它非常非常容易，非常容易去断开，很小的一个关节。那就顺便把这个裙子也给翻开好了啊，各位可以看到它的里头是这样子的造型，那是小小的灯笼裤吧？我不知道是这个是不是叫灯笼裤啊？关节的话呢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多啊，根部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，还有大腿啊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很漂亮的平移的，膝盖也是可以平移。那你可以看它这个脚底啊，有一个像是马蹄的一个刻画啊，对，因为他们是赛马娘嘛，所以鞋底有这个马蹄，甚至在动画片里头啊。大家可以经常看到他们在帮自己修马蹄啊，拿个这个铁锤啊，在帮自己的鞋子做一个敲敲打打的动作。其实，
看上去啊是相当惹人怜爱。我认为这是他们这个动画里头啊，在这么多军舰也拟人呐、啊，然后刀啊剑啊武器啊都拟人的情况下呢，我倒觉得这个赛马娘的这个拟人的话呢，是完全这个萌的指数的话呢是超乎我能想象的啊。我们再次这个太猎奇了，我们还是把它给组合回去好了。那这个妖龙一喷溅啊，这个真的是这一款啊，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毛病。我的话呢，稍微收拾一下桌面啊。那它的一些替换部件的话呢，我们从说明书上面来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好了。拳头一共有替换的五个，那么狙的话呢是一个食指往前伸，只有单独一个。那单独一个的话呢，可能我这个在盒子里头呢没有保存得很好，稍微去压到有点歪了啊。那不过也无所谓。那替换的脸的话呢，倒是比较有意思，一共有五个，而且的话呢，Light Shower 的话呢，它的一个眼睛是有遮住一边的，但是呢，玩具还算有一点良心吧啊，就两边的眼睛都还是有把你做出来。但替换脸的话呢，我看起来的话呢，应该是这个笑的这几个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特别说的。那在玩具的一个支架的部分，由于它的后面的蝴蝶结非常的巨大啊。蝴蝶结的话呢，上面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转动一下，后面这两个的话呢是整个是软胶部件，尾巴的话呢可以稍微动一下，但是我个人不建议去转啊，我感觉好像不是很牢固的，应该说感觉不是很坚固的一个样子。那再一次的强调，我对它的造型满意度是挺高的，那涂装也还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，就是后面的这个大大的蝴蝶结。还有它的一个头发限制了它非常多的可动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支架啊，由于它的后面的话呢是没有插孔啊，所以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，应该是万代经常用的这种支架。那它的这个背后这个造型，各位看到了，非常的大啊，变成说连腰你要夹都夹不住啊。那变成说呢，我就是习惯就是只能把它给摊开来，那变成说是一个只是把它靠上去的一个感觉。那如此摆放的话呢，效果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了。那我们就稍微替换一下他的脸部好了，他的脸的替换很简单，从这个地方啊可以扯一下，把它往旁边拉一下呢，脸整个就换下来了。那我们就换一个战斗中的一个表情好了啊，换上去之后呢，再把头发给装上就可以，非常简单呢、啊。那手的替换的话呢，扯下来就行了啊。那这就是一个充满斗志的一个表情。那么在标准的动画片的第八集哈，眼睛还会喷出蓝色的火光啊，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做到杀气那么重了啊。其他的可动呢，我的耳朵啊，这地方动起来是没有问题。尽管我一直觉得米玉的耳朵像驴的耳朵啊，那这边的话感觉比较松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案。帽子的话呢，这个就不能拔下来，这里有一朵蓝蔷薇，那胸口也有一朵。手臂的话呢，这个可以上下搓动一下，360度的转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由于手可以替换，所以绝对可以是转动的。那腰身的话也可以转，但是还是一句话，容易去掉下来。脚的话往前往后踢的话呢，就是被裙子的话呢稍微限制了一下。那这个裙子刚也拆下来给看，各位看过了，它前后的话呢是有一定的移动的一个幅度的。脚踝的话呢，我的话呢是。90度是算可以。我听说有人的这个脚的一个脚踝比较松啊，听起来的话呢，这一款因为我这个开箱也不是很快的时间开了，这已经是很多人都已经做过这个开箱了啊。那大概的一个我的评价还是差不多啊，就是造型还是挺好看的。如果说你有玩这个手游的话呢，你会觉得它更接近手游里头的一个形象啊。那么动画片也是很精彩啊，再一次的跟各位推荐这部动画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芈月这个角色我个人有爱啊，楚楚可怜的样子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利用一点时间给大家做这么样一个分享啊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